来到17分好了，18分。Hello，我现在在享用我的晚餐，Pad Thai，来自可宁的，真的很好吃我第一次吃，好好吃哦，All right。超好吃哎！我觉得它可以把我的水土不服治好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天哪！而且它的料超级多，而且它很酷哎，它是用纸，它用纸包的，很酷哎！我刚没有看到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味精吗？MSG？不知道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超好吃的，好赞哦！今天要分享，今天我就是一个成员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很，我想说，天哪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待遇？就是说，首先早上，原本想要自己去现场，就是自己去握手会的现场，但是呢，就是妈咪就跟我说。No, don't be alone. 他说 "Don't be alone"，然后他说他来，他可以载我去宿舍，然后一起出发。所以就是超莫名其妙的，我就坐着，就是很像我就是参加这个活动，我就是参加这个握手会的活动的成员之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早上的时候跟他们一起集合，然后一起坐他们的小巴，一起出发去。握手会的现场，就是很，我是成员吗的感觉，很酷，真的很酷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跟着他们一起进入了后台，然后就一起待在了后台。然后说我要握手的时候，就会有个工作人员护送我，他护送我去握手会的前，因为我们在因为在后台嘛，然后。我要握手的时候，进工作人员就会护送我到前面，然后我握完之后，然后他再护送我回后台。原本想说，哦，他带我到前面就 OK 了，我就自己来了。我说，哦，it's OK。然后结果他就，我才意识到他等我，他等我到我握完之后，然后他再带我回去。我说，Oh my god，好，好棒哦！对啊，真的很夸张，就是仿佛真的是我是成员呢，就是真的是把我当成员一样，真好。然后就是我大部分时间就都待在后台，现在在吃可宁他们家，因为他们家是卖 Pad Thai 的，就是这个哦，这个很好吃，我第一次吃。哦，然后我原本说我要买这个衣服跟也是他们做的大象裤，然后结果马明就说，我可以给你，我可以送给你，然后呢就获得了，免费获得，真的是非常的，Oh my god！然后我有6张握手券，其实我只有买5张。我只有买5张，但是呢，Lina 桑她送了我一张握手券，所以我就有6张握手券。然后，但我真的很犹豫要握谁，因为就是大家都很想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只可惜钱包不够深，就大家都很想握。然后我就很犹豫要握谁，然后剩下最后一张券的时候，然后真的就觉得，到底要握谁的时候，我就问护送我的那个工作人员。
我问护送我那个工作人员说 Who is your Kami Oshi？ 我想说哦，他对我那么好，去握一下他的 Kami Oshi。 然后他说哦 My Kami Oshi Angel， 我说 Angel OK， 然后我就去握了 Angel。 就直接问工作人员说你身推谁，因为想说哇他对我那么好，然后我就去握一下他的身推。天哪，谢谢小光的缘分相遇。他没有说 you， 他没有说 you。 是的，其实他们就是说他们有个咖啡 CGN 咖啡，然后可以你可以去跟那边买东西，然后他会首度给你，比如说你买了一个 photo set， 然后里面有他们 photo set 是四张生写真，然后如果你跟成员买的话，成员就会拆给你，然后就现场开箱给你说哇是谁是谁是谁，然后首度给你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就莫名其妙被带出去，但是呢就是我旁边的成员是妹妹，就说就是有一个粉丝想要我帮忙开，但我就说嗯应该不行。嗯麦袋我说我怕我公司会骂我。麦袋首度 no， 我说交给成员 OK。 首度 no no。 对是的。就是被真的是莫名其妙变成了真的是一日 CGN 成员，感觉就是真的跟着他们参加了一场活动。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也是跟着 CGN 的成员回到宿舍，就跟着可宁回到宿舍，然后可宁的爸爸就带了这个给我，就带这个帕泰给我，然后他再带可宁回家。嗯，这个真的好好吃哦，好粗好粗，阿瑞，嗯，很好吃。真的是成员特权呢，然后就是在后台，然后跟成员一起吃早餐，一起吃午餐，一起喝饮料，一起看成员化妆。我真的觉得就是成员，大家懂吗？就是成员，因为他们第一步跟我们一样是11点开始，然后就大家都很早起床，所以呢就跟我们成员一样都是去现场才开始化妆，然后就是到现场开始。但我真的觉得他们素颜就已经漂亮到一个不行。谢谢朱莉安的祈福好运牌。嗯，太好了，真的很好吃，很谢谢他。所以我原本以为可宁是比较害羞的人，就原本不太敢跟他聊天，但他今天我在 circle 镇的时候，我在 circle 镇的时候也不太敢找他聊天，就我觉得他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，就是他，但他真的很漂亮，就是不太敢找他聊天。但是他今天呢，就是一直主动跟我聊天，非常的 sweet。谢谢果酱家的红玫瑰。嗨，妈妈，你们要吃这个，这个超好吃。这是难怪，因为可宁说哦，他帮我带份爬泰的时候，然后旁边的成就说可宁他们家做的是清迈 number one， 真的很好吃。哇，他我觉得他治好了我的水土不服。真的吗？那我可以跟你。你怎么这套衣服？妈咪送我的，好酷！还送了我大象裤，我酷！妈妈跟姐姐今天去看大象，超酷的。他们今天去跟大象洗澡，很酷哎！坐了3个小时的车，是吗？是吗？坐1个半小时。哦，那蛮快的。是一个半。但是耳朵还是进水。他去跟大象玩水的时候，我是被人扑的，人扑，然后我的都是进去。大家就妈妈请吃，超好吃，是不是很好吃？超好吃，清迈 number one， 可宁家的帕泰真的是100分。
卡了吗？哇，他们的菜好多哦。对呀、啊。而且不会辣，他有附辣椒给我了，但是不要加就不会辣。谢谢甲方的缘分相遇。吃了炒果条之后还切成，这衣服是我自己的，还切成一块一块的，很好吃。嗯，阿罗，你今天真的是一日成员，很开心耶。然后差点拍到妈妈。嗯，好吃的，大家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好吃。跟大家分享玩一家今天的追星之旅。我一直跟他打大要签名。嗯，你看，宣布的签名。妈妈问我，超可爱的。还有可宁跟马命的 Angel 的签名，好可爱哦！哎，他都写超多的，这个有点糊到了，因为它没有干就盖起来，但还是很可爱。那兔一家，对啊，兔签，可宁的不能给大家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写了奇怪的东西。但你应该看不懂。他写的奇怪的东西，我们说不能给粉丝看。超可爱。还有开完的，找一下在哪里。台湾的超可爱的，这是 Cita 的啦。图一家，它是封面，而且他们真的每个成员都没有看过这张专辑，我就给他们签名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有兴趣的开始翻这个专辑，真的没有人看过，哎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专辑设计的那么好，哎，自己都没有看过。不好意思，太快吃完了。没关系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你可以多吃一点。我没有到很饿，而且他们推荐我的饮料是巧克力加太奶，真的很好喝，就是很，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加，就蛮甜的，但是很好喝。好漂亮的字，是的。如何跟偶像近距离接触是加入，没错。那你中午吃什么？中午吃八宝粥，跟他们分享八宝粥。也带了八宝粥跟大家分享。Do you want to try？ 早餐吃他们的早餐，他们早餐是猪肉饭，很酷哎，超级好吃。是黑巧没有？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们冰块放了很多。因为冰块放了很多，所以就他们可以吃午餐，但是其实我没有到那么饿。然后因为他们是也是饭的东西，然后想说哦没关系，我就吃我自己的就好。真的是很好。巧克力加太奶，感觉甜饱。是的。巧克力加太奶，甜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们的冰块很多。泰国没有什么微糖、微冰什么都没有，它只有一样，全糖跟全冰。全冰。而且它的全冰是，就整个整罐都是冰，整罐的冰块。整罐都是冰。你把它放在里面去。没关系，我快要。开完了。Okay. 一家写的好漂亮，是的。你那个马上又会翻倒。快了，快了。那你要说要负责，我看那个马上又翻倒的感觉。这
是不是超好吃？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真是太后悔了，没有早点吃到。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在喂大象的地方。你们吃了什么？他四点多、哦、就给我们吃一个自助餐，自助很简单的、啊、那个反正在山上的条件也不是太好，也给我们一些饭，也给我们一些那个。还有薯条、欸。薯条。哦。还有马铃薯，还有个青菜。他们咖啡厅也有卖薯条、嗯，但他们薯条非常的咸，大家泰国人非常重口味，而且因为他们早餐跟他们一起吃，然后他们是吃猪，就是他们的配置是白饭、猪肉跟蛋，然后 C 他就带了一包很像辣椒的东西，然后开始往每个人饭里说你要吗？他说哇，不愧是泰国人，无辣不欢，他是带一包，然后开始给每个人加辣椒，厉害。好啦，我快要关播了，大家明天七点啦，拜拜。还没，还有一分钟。嗯，打抛猪好像也不是打抛猪，它的猪肉是一片的那种猪肉。公演见啦，公演见，六日哎、欸、五日公演见，再会啦，亲爱的，莫问你啦。对，拜一分钟，拜一分钟差不多，好啦，到了，大家拜拜，明天。